每天最重要的就是一大早起来就是要来看鸡有没有水，有没有水可以喝，饲料有没有可以吃，还有鸡有没有异状，或者是有没有什么野外的野狗啊之类的侵入的东西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我们养鸡养这么多年，快30几年了，我们现在就是把我们的鸡的品种设定在这个叫做石头鸡，石头鸡俗语叫石头鸡，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源自于斗鸡的品种。嗯，你可以看出它的脖子会比一般的鸡长。脖子长打斗才厉害，因为鸡很多都是靠脖子，还有它脚也很长。哦，所以石头鸡的脚是比较斗鸡，它是斗鸡，斗鸡的一种，然后它们比较会运动，就比较没有那么多肥肉，它身体那个肉会比较结实。所以我们最后就是养了这么多年，最后还是决定用这个品种的鸡。那现在我就要进去鸡舍去巡视一下它的水供水有没有问题，饲料够不够，供水有没有问题。对啊，就是水最重要的，水如果都一天三天没吃都没关系，但是一天没喝水的话，第二天会死一片。我母鸡跟公鸡是分开养，因为公鸡会骑到母鸡上面去，最主要不是怕它骑，而是它的爪会把它的背部抓伤，把母鸡的背部抓伤以后，我们那个皮就是会那个结疤，我们要剁出来的那个不好看。我们是它是公鸡是它成熟以后才容易打斗，那成熟的时候就是我们就可以做我是做那个烧酒鸡，公鸡主要是做烧酒鸡用。母鸡是做白斩，所以它只要成熟，喜欢打架的时候，我们也差不多要去就是料理它。然后现在内脏都已经全部都拉出来了，然后再把内脏用清水把它弄干净以后，把脚放到里面去。所以身体现在就好了，全部都好了，就 OK 了。这个就等于要马上可以等着料理了，切来就煮了，烹饪。对，这黄色是鸡油了，油脂，对，脂肪它就连接它的所有的提供我们的肠子啊养分，就像汽车要加油一样，它们的养分全部来自于这里，它脂肪都跟这些内脏相连在一起，提供内脏应该要有的功能养分。那这个养这个脂肪我们就可以，这个鸡油我们可以炸来煮菜用。这个也清干净，这个也可以当炒来吃，很好吃，很脆。
表面要均匀的熟，那个一面没熟，一面是太熟，那不行。所以为什么要半吃半吃炒？因为半吃半吃炒的话，你可以控制每一面的肉可以炒得均匀。现在要倒到水里面去煮。菜是咸的，你知道吗？高汤没有高汤煮，煮出来的东西就不好吃。这高汤就是我们煮鸡肉的时候的，好多是鸡煮出来的。
要放冷以后哈，才能够把装到容器里面。你这个热装的话，它那个太热，然后里面会有水，潮湿会潮湿。所以其实这样就可以吃了。很烫啊。嗯。很烫。还有那个哔哔嘎嘎的声音。那个就是它里面的水分爆炸了。冷了以后就容器装起来，把跟氧气隔离，就比较不会氧化。因为这个花生里面很多油啊，油脂很多。就等大概40分钟，它就会啊，就这样浮起来，就这样，对，好，所以就小火等40分钟，好。这个比较小只的都是先熟，所以就先起来。那下面还有一只还沉在下面，那是最大只。一般大概就是40分钟嘛，我们现在就把它弄起来，等它凉再来剁。对。
凉拌素鱼是我们这边的特色，很简单，就是糖跟那个香油。干菜，还有几碗，就这个，就这两个，对 ，OK 啊。好香哦！竹笋一定要用鸡油去炖，是每一家都是这样吗？还是没有？不可能每一家，因为没有一家是有鸡油的。